昨天在玩擂台的时候，发现机械爪钩抓到人时，僵直时间感觉变少了。可是公告板没说有关机械爪钩的调整。先看一下按改前的机械爪钩。按改前的机械爪钩是 1.5 秒左右。接着看按改后的机械爪钩。按改后的机械爪钩是1秒左右。额外发现一个问题，在蛋仔岛中用机械爪钩抓到人时，僵直时间是 1.5 秒左右。在实战中用机械爪钩抓到人时，僵直时间是1秒左右。怎么说呢？是广方的错误还是按改我不知道，欢迎底下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次影片内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